娱乐频道综合报道，日本女星金原结衣因主演日剧《月薪娇妻》人气飙升，被封为国民老婆。与她搭档演出的新演员能唱能演，超强实力备受瞩目。近来传出新演员搬家至金原结衣隔壁的消息，让外界猜测这对荧幕情侣是否修成正果。新演员过去曾多次透露对金原结衣的好感，上节目时被问到有没有真的喜欢结衣，他秒回当然喜欢。据女性 7 报道，新演员日前搬至女方家隔壁，该处住户表示此区域有许多高级公寓，不少艺人都住在附近。举例关系良好的竹内结子跟井本炫子便是邻居，并爆料新演员及新原结衣两家距离超近，只要花几秒钟就能走到。消息一出，立刻引起网友讨论，纷纷猜测两人是否在交往。认识他们的有人表示，应该是在为《月薪娇妻》续集做准备，但电视剧的相关工作人员却说，新演员搬到新原结衣家附近，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。真的吓到了。对此双方皆未做出回应，关系十分耐人寻味。新演员佐与新原结衣因合作《月薪娇妻》双双翻红，翻摄自网路新演员传出搬家至新原结衣附近，翻摄自网路新演员及新原结衣的关系引发讨论，翻摄自网路